来，39.9米哈，然后拍一花莲筒，然后送杯送勺，好多浆果的哈，这个是特别好吃，很好。这用开水直接冲泡就行了，不用冷水稀释的这个哈，特别方便。上班的这些人晚上宵夜都特别好。最重要的是减脂，现在人每个人都想，不管是男还是老还是女，都是要好身材，对不对？